将过江东。去别三日，我早已不是当初吴下阿蒙了。我的志向不仅在于江东之地，为了天下万民，千里疾行便可除敌之不易。千里疾行便可除敌之不易。医者乃人命所系，行事不可不慎。周乃危末之事，愿为主公分忧解。日东月西西难两全，愿万夫莫敌，燕人张飞在此。